间就716尺嘅三房套，最特色咧就是一个长厅同埋冇走廊买嗰啲，有望出去咧就是一个全海景。呢个海景就向翻东，都是成个项目最优质嘅景观，望到成个泊船位啦，又望到个泳池，望到个海滨。呢个屋苑最优质嘅单位就一定系呢、这个。同埋你見到佢係冇浪費過任何位置，而呢邊就一個廚房，都係好靚仔嘅，基本上一個 U 型嘅廚房，擺位上或者用起上嚟都好好用，基本上擺位啦、煮嘢啦、洗嘢啦，仲有兩面望到海嘅大窗。順住個走廊行，分別就兩間睡房啦，間隔好方正，一扇大落地玻璃窗配埋個海景，無敵。然后呢边就有一个工人房啦，然后就客厕，好企理同埋用淋浴嘅。主人房就我自己就好中意，因为佢有一个隔窗，攞嘅景观再攞得近啲就270度啦，望嘅景观都系最靓，最远可以望到鲤鱼门海峡。呢度就主人房嘅浴室啦，浴室呢边都有个窗，个窗望出去都系海景嚟嘅，好正。似呢種單位大概講緊就1600到1700萬，你覺得發展商有冇賣貴到？